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速成班。现在我要教大家如何在你的直播中加入图片跟动画。OK， 所以首先先按加，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图片的选项，然后按确定，然后你可以搜索你图片的位置，点击这个，然后找出你图片的所在位置。选择你图片的所在位置后按 Open， 然后就按确定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红色框框。你要如何移动它呢？首先你要先在下方点击图片，然后在红色的角落拉一拉，拉到最小，再把它拉一拉，给它拉到最小，拉到你觉得你适合的那个大小过后呢，你就放到你要的位置。当然你这个拉法是不破坏它比例的，如果你要破坏它比例呢，你就按住 Shift 键再配上拉，你就可以破坏它比例。 OK， 如果你不要破坏它比例，你就放掉 Shift 键， OK， 然后移到你要的位置。这个就是加上图片的方式。